请掀开经本，我们从第四十九面第四行看起。广古天复有无量广古天王，所谓爱要法光明床天王，清净庄严海天王，最盛会光明天王。上一次介绍到此地，我们接着请看第四尊，自在智慧床天王。菩萨德号当中的意思非常明显。可是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学习到自在智慧？特别的注重自在。德号的意思，它的智慧，它的自在都非常明显，一般人不难看得到，不难体会，这是床的意思。我们要学习，这是两桩事情。一个，我们没有智慧；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自在。实在讲，自在跟智慧有密切的关系。自在在佛家的术语就是解脱。我们得不到自在，是因为有烦恼系缚啊，烦恼就像绳索一样，把我们捆绑起来，让我们动弹不得。这是佛经里面呢，常有这样的比喻。唯有真实的智慧，才能够断烦恼，或者说转烦恼，这个样子才能够得自在。自在是每一个众生，无论他是什么样的种性，是什么样的根器，没有一个不追求自在的。那么由此可知，自在于智慧确实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宗教，世出世间种种法里面的智慧与自在是圆满的超脱。也就是说，一切众生共同追求的目标，
佛法里面常给我们讲三苦八苦，八苦里面有求不得苦啊。我们很想求智慧、求自在，求不得。真的是求不得，因为众生有求而求不得，这诸佛菩萨才出现于世。佛菩萨知道这桩事情唯有佛法当中可以求得，正是所谓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你要不在佛门里面求，那的确是求不得。这个话不是假的。那么佛门当中何以有求啊，就有应。佛是给我们讲道理的，决定的不是盲目的。佛告诉你，你为什么求不得？我们把求不得的原因找出来，然后把这个原因消除，那你所求不就得到了吗？这个说法很合理呀！我们听到了啊，非常欢喜啊！为什么你不开智慧？因为你迷惑啊！为什么你不自在？因为你有烦恼啊！你看看这个字的反面，岂不是就是佛常常讲的惑业苦啊？迷惑就障碍智慧。业报就障碍了自在啊。佛教导我，如果你能够转惑业苦为戒定慧，这个自在智慧你就得到了。这个转变不在别人，完全在自己。所以自己要做一个大转变。大转变要从小处做起。古德常讲，理可顿悟，四须见处。这个道理你可以顿悟，可是落实在生活环境当中的转变要从小处下手。怎样破除迷惑？这是一个大问题。那么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对于中下根人很有效果的，就是读诵大乘。读诵很多
许多人天天念经，可是那个头脑依旧是迷迷糊糊的，没有啊，念经啊，念聪明出来没有啊？这原因又在哪里呢？在方法上有错误啊。佛讲的没错，我们用错。错在哪里呢？以为每天念就会聪明，结果天天念呢，念成个书呆子啊！这念佛经呢，就变成佛呆子，所以智慧不开嘛。这个事情啊，说起来非常微细。当然，最好是由好老师来指导，我们才会开窍啊。下手的时候，这个读诵不求结义，不求解义，只求熟，念的变速度。这是求什么？这修什么？修根本智。古时候期限是五年，在这个教下了学教来讲，五年读经，每一天读，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念掉，根本智就现前了。你看看我们天天念，不但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念掉，越念越多，这不就是错了吗？人家是越念妄想分别越少啊，是用念经这个方法把这个妄想分别给断掉啊，用这个方法。所以读诵是修行，妄想分别执着断了，我们不说断了，断难了，轻了，真正用功夫，用上个三年五年，分别执着很淡薄了。诸位要知道，到很淡薄的时候啊，就要开智慧，障碍的智慧就是分别执着。分别执着越重，你的智慧就越不能开。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智慧是自信本具的德能，一切众生与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诸佛如来障碍没有，所以智慧圆满的现前。我们凡夫障碍太重太重，所以智慧已经变成烦恼了，现出来的时候都是邪知邪见，都是烦恼，不生智慧呀，常生烦恼。我们自己一定要觉悟啊！要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我们怎样来突破？佛教给我们方这个方法，先求根本智，也就是说，
把心定下来。心不能定，也是妄念分别执着太多，你心定不下来。这个教下呢，用念诵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当我们分别执着清淡了，智慧就现前了。那么第二个阶段还是用读诵，可是这个读诵呢，方法跟前面不一样了，着重在随文入观，这智慧就开起来了。借着佛经论的文字，提起我们观照的功夫，这个叫随文入观。也就是说，最初我们读诵不求解义，只求把妄想分别执着念掉，恢复到心地的清净平等，接近这个境界呢，我们再读诵啊，我们就着重在解义，要着重在解了。随文入观呢，是理解，这个解不是研究。如果说研究，研究落在第六识，那不是智慧。无用心意识叫你随文入观了，你读的时候仔细啊，对着本子读，你可以看着文字；不对本子背诵也一样，想想经里面这个文字的意趣。所以第二个阶段读诵啊，着重在明其理，解其义。大乘经上常讲深解义趣。这个深解两个字很有味道了。佛经字字句句深广无尽，今天看到这个境界觉得解释的不错了，再过几天呢，境界又提升了，比今天看得更广更深。所以这个经典呢，永远读不厌呢，就是意趣深广无尽，遍遍有新意思发现。新意思发现呢，证明你的心清净。你的妄想杂念少，你才会有进步啊。如果你有妄想杂念，你怎么可能有进步？不但没有进步，可能还会有退步。这个退步也是真的。前几年好像蛮有智慧，这几年智慧没有了，又糊涂了。这个就是退转嘛。佛法这个真的是进进退退，永远保持清净心，你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智慧长了，
烦恼就转变成菩提了，你才会得自在。你才会有真正的受用。在物质生活当中，得少喜足啊，得到一点点就很欢喜，就很满足，他就很快乐了。而精神生活，精神生活里面特别是智慧，是知见，不断向上提升。所以我们修学最重要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这一点是关键的。如果你不知道你烦恼习气在哪里，诸位想想，你怎么用功夫？你怎么能够断烦恼？你怎么能够断烦恼？一定要知道自己病根毛病在哪里啊。这个叫开悟啊。上根立志的人容易学。所谓是闻已知是啊。一闻千悟啊，那种人好学啊。中下根性的人，听一遍不懂，听十遍还是糊里糊涂，这个就难了。正因为如此，世尊为我们实现的，不辞辛劳，一遍一遍重复的在解说，说上百遍千遍万遍，慢慢这个人听久了他就悟。尤其是相续不断，开悟的机会就多了。世尊当年在世，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常随弟子1255人，这些人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啊。做个什么榜样呢？文法修学不可以间断。世尊当年在世，生活方式是油画了，居无定所，哪个地方有齐秦的，他老人家就去了。那么这些人为了文法不间断，那只有跟随世尊，世尊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跟一辈子。佛说法49年，他们就跟49年。所以这个里面才有修行，才有开悟，才有正果。
佛法传到中国了之后，诸位看看佛门里面这些记载，你看看高僧传，在家修行的高士传，善女人传，再看看中国这些名山山志，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很多很多人住在一个道场，亲近一位老师十几年几十年不肯离开啊。为什么原因？有些人开悟了还不肯离开，那是做影响众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帮助老师教学，当老师的助教啊，影响新来的同学，让他们坚定信心。事出世间法，要想有成就，秘诀这八个字：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时间要长啊！天天要听的，一日曝之，十日寒之，那可不行啊！那个你要想求智慧求自在，那就难了你这一生当中可能都得不到你要想真正得到锲而不舍天下有善根福德的人不少，但是没有缘分。我们很想听经，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法师讲经啊。想听啊，找不到地方听啊，这是苦处啊，缘不具足。现代比过去方便多了。现在有录像，有录音，有网络，有广播，在语言上面来讲呢，我们现代人的确突破了这个难关，可以说是因缘无比的殊胜。那么问题是我们想不想听，喜不喜欢听，能不能认真的听，这个关系啊，福德善根。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我们今天因缘具足啊，就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善根，有没有福德。什么叫善根？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啊。能行能正，那是福德。所以人一定要有勇猛心，求自在，求解脱，求智慧。
第五尊菩萨的德号要极尽天王，这个名号显示是功夫啊。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真正想成就，这是世尊可以说在大小乘经论里面无数次的叮咛嘱咐啊，远离愧闹啊，这个世间热闹的场所要远离啊！为什么呢？热闹场所很容易让我们起心动念啊，生起妄想分别之处，生起这些东西，就是佛法里的讲的造业。热闹场所里头容易造业，起心动念都是造业。喜欢看的，喜欢听的，动了情了；不喜欢看的，不喜欢听的，生了嗔恚。你看，喜欢的动了贪爱，不喜欢的动了嗔恚。看到有超过自己的，又起了嫉妒。你看看多麻烦。所以佛教给我们远离这些境界。真正修行人喜欢极静的，静而后才能得定，定才能开智慧，智慧才能通达明了一切，通达明了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真实智慧，所以极静是修行的枢纽，这是属于定门所现的。佛教给我们应戒得定，戒是守法遵守佛菩萨的教戒，佛教给我们远离尘恼，远离这些繁华热闹的场所，保持心地的清净，这个是修行重要的原则。那么在现代社会，这个功夫比过去越来越困难啊！这个问题在哪？障缘太多，这些障缘在佛法里面同而言之都称之为魔障。
什么叫磨呢？磨是折磨。这个折磨就让你的心得不到清净，在折磨你，让你不生智慧。魔来扰乱，魔来干扰，你要懂得什么是魔。凡是让我们不能够得戒定慧的，都是魔。楞严经上佛给我们讲五十类，每一类里面无量无边，佛把它分作五十类。这个五十类是以五音而分的，色受想行识，每一这个意蕴里面呢，说十种，说十类，总共五十类，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啊，在现在的社会通通都出现了。有几个人能经得起魔的诱惑呢？能够不受这些阴魔的恼害，简直是不可能。我们看《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念佛的人从接触到净宗，听说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这一天起，他就肯念，他能信，发愿肯念，三年自在往生。过去曾经有同学问过我，为什么这么多人念佛三年就往生？是不是他那个寿命就到了？他这个问得很好啊。我告诉他，不见得寿命到了，可能他的寿命还很长。那为什么他提前走了？极乐世界太好了，谁愿意在这受罪嘛？你现在是想去去不了啊。如果真的想去去得了，谁不愿意早一天去呢？那些人功夫成就了，有能力去得了了，寿命不要了。换一句话说，这个世间那个罪报啊，不享受了，何必等到这个罪受完再去呢？这个人不是很傻吗？那聪明人的时候，我这里还有多少年罪，不要了，不受了，现在就走了，这才叫聪明啊。所以他的功夫成就了，这事先给我们看了。民国以来有许多念佛人往生，时间也不过是三五年呢，我们听说的很多啊，可见的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世间什么都是假的，你在这个社会上，地位是假的，财富是假的。甚至于你的儿女家亲眷属也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万法无常啊，这给你讲真话了。
唯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聪明人要在这一生当中利用这个短短的时间认真努力求真的，不再搞假的了。假的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心思去搞，用多少精神去搞，最后一场空啊。你要觉悟啊，真正觉悟的人啊，他才会修真实功德。经典里面常讲佛不唐捐，唐捐就是白费了，就是空过了。我们要修集真实的福报，决定不落空。这叫修西方净土。那么要想真正成就，一定先要修极净的心，欢喜清净。念佛堂里面同修虽然很多，如果你真正功夫得力，再多的人如同一个人都没有一样。这个大念佛堂里面你自己感觉的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是你心真正到极境了。即使在你身旁的同修都决定不干扰你了，这意思是你不会受他的干扰了，你已经入极尽的境界了。这个境界就叫做念佛三昧，你得到念佛三昧，周边的我们今天讲的磁场啊，你都不受影响，这个是你得到极尽，真正到时一念不生，一个妄想都没有。你想想这个多自在啊。要想契入这个境界，必须身心世界放得下了。这个境界里头有真落啊。宗门里面讲的禅悦之路，有真乐，绝不是世间任何快乐能够跟它相比。这是真乐，这是佛菩萨的享受。第六尊，普智严天王。普是普遍，普遍从境界上来说，十方三世虚空法界没有接不到的，这是普眼的。普智眼，如果严格的来说，只有如来果地上才能有这个称号。华严里面上的十言圆明，不是无言，十言圆明啊，这才叫普智言。
如来古地上见性圆满，菩萨也有，菩萨也有无眼，也有实眼，但是没有佛古地上那么圆满。那么这个德号里面，从如来古地上说呢，那是圆满的。从菩萨因地上来说，现在在修德，而且不断的在增长。我们学习要以智眼呢观一切法，这是我们的学处。那么什么叫智眼？智眼与一般的眼差别在哪里？一般众生的眼，这个眼里头啊有情识，大家要懂这个道理。这一桩事情法相唯识里面讲得清楚，讲得透彻。法相家说啊，我们也睁开了之后就能见了，眼根对外面色尘境界是了别，不是分别。这个眼睛呢，就好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把外面这个所有一切境界相老老实实一点都不遗漏完全照在里面，这叫了别了。反应给第六意识传达给第六识，第六识分别传达给第六识，第六识就变现一个相分这个相分呢是从眼识相分传过去的。那么第六意识分别，它分别谁呢？分别自己的相分它不是分别眼识的相分，是分别自己的相分这个学过唯识的都懂得这个四识八识，每一个识都有四分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眼识不但它传递给第六识，同时也传递给第七识。第七识执着这个执着从哪里生的呢？也是第七识的见分执着它的相分。这个要说起来很复杂，很复杂。佛给我们讲，这八十五十一心所，都是略说，细说。太多太多了，说之不尽非常复杂的一种关系而且这个关系一个连一个
真的像罗网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整个心性所知，通通都牵动。而且心性所多大呢？也是尽虚空变法界。但是诸位要晓得，识是寝，寝识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个眼见色尘的，落在第七识、第六识里，就变成寝见了，麻烦就来了。诸佛菩萨见色闻声，不堕在勤见里面。他不用心意识，他把心意识转变了，转烦恼成菩提嘛，人家转了。转变之后啊，都不叫八识了。阿赖耶识转过来之后啊，叫大圆净智。摩那识转变过来叫平等性智。第六意识转过来叫妙观察智。前五识转过来叫尘所作智。智见呐、这样才是智眼呐、那么由此可知，不落在勤见里面，那才叫智眼。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初步就从这里下手，一根如是，六根都不例外。我们学什么？学见色闻声，嗅香肠味，不落在勤见里头，你就是真正学佛了。再用前贤的话跟诸位说，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用理智而不用感情。初步啊，在这里下手，用感情就会生了爱憎了，顺自己意思就起贪爱，不顺自己意思就讨厌。这是勤见，智见里面呢，那智慧不生勤见，心是平等的，心是清净的，也就是说，顺境里面不生贪爱，逆境里头啊。也不厌恶，真正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喜是法喜，不是爱憎里面那个感情的喜，不是的，这是法喜。法喜是理智的，与智相应的叫法喜啊，与情相应的不是啊，那个喜乐是坏苦啊，不是真的喜啊。所以普智严菩萨，我们学习要懂得。怎么个学法？
见色闻声如何用功啊？你要会用功夫啊！会用功夫，不度情时啊！与自信智慧相应，你真会用功。功夫不能间断。正所谓须臾不可立也。你只要一间断，一离，信得了，立刻就堕在情识里面。堕在情识里面，决定造业。你造的善业，三善道果报。你造的恶业，三恶道果报，没有办法处理呀！你躲在情境里面去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学佛智慧不开，什么原因呢？六根接触外面境界，通通落在情见里面，你智慧怎么会开？这值得我们深深反省。下面一尊落玄慧天王，这个德号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玄是什么？玄是旋转啊！要旋转，爱好你懂得。怎么转？你喜欢转，转凡成圣了，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转贪嗔痴成戒定慧。转六臂成六度啊，都在那个转啊！你看看你能不能够旋转？新加坡这边有一家旋转餐厅，你们到那个餐厅吃饭，有没有想到旋转？我怎么转法？菩萨他所以能成菩萨，佛所以能成佛，没有别的，就是会转啊。我们刚才所讲的如何把情见转成理智，这个非常重要啊。只要你会转了，你的功夫就得力了。得力的现象非常明显。烦恼少了，智慧增长。烦恼轻，菩提长啊。一定是这个现象。人到烦恼轻，智慧长，你的身心安乐。佛法里面叫
清安，这个是你得到的受用啊。你得到清安，精神饱满，疾病不生啊。纵然有疾病，不需要医疗，自自然然就能够恢复。为什么呢？你心里面的观念转过来了，境随心转，我们这个身体也属于境，也是随心在转啊。会转变的，这是觉悟的人，是佛菩萨。不会转变的是凡夫啊。凡夫实在讲的，他也天天在转呢，越转越苦。佛菩萨觉悟越转越自在，越转智慧越大。这个本事我们应当学，怎么学法呢？佛菩萨今天不在世间，留下来的只是经论，我们依照经论来学习，就如同在佛菩萨身边没有两样。可是学习最重要的，不能把意思解错了。这一点呢，是我们在末法时期修学关键的所在。怎样才不至于走错路，一定要依法修学，依照世尊讲这些原理原则，佛在吉凶经里面教导我们，吉凶经的全名阿难问是佛吉凶经，这是阿难尊者祈请的，意思是学佛到底是吉还是凶。阿难尊者提出问题，佛为我们解答，如理如法的修学，一定得吉利，得善福啊！如果你要是学错了，不如理不如法，你修学，你还是得来一切不如意啊。你学佛得来的这一切不如意，是你学佛错了，不是佛法错了，你学错了。佛给你讲的没错啊，你自己学错了。那么佛在这个经里面第一句话就是教导我们要清净明思，这是第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晓得，我们修学在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成就，关键的在善知识。在一个好老师的教导啊。那么这种老师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我们到哪里去找啊？遇到了非常幸运。你接受他的教导，少走很多冤枉路。你遇到了，你对老师要有信心，要能够依教奉行。老师真肯教啊，完全是义务啊，不需要一丝毫的报酬。我自己年轻学佛的时候，生活非常艰难，自己很辛苦的工作，赚的一点钱仅仅是自己生活费用，没有多余的。我们有幸遇到善知识，善知识是免费教导我们的。不需要我们一丝毫的报酬啊。所以我们感恩戴德。永远不忘啊。不是说交了学费他才交啊。不是的。一分钱学费都没交过。我们日子过得苦，老师有的时候还要来照顾。还要来帮助。所以善知识可遇不可求。贵在同心。同心同愿非常难得。只要你真心悟道，真心修学，他一定全心全力帮助你，绝没有吝发了。所以我们要懂得如何转变自己。特别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很深重啊。烦恼习气是我们菩提道上最大的障碍。你要不能做一个大转变，你怎么能成功？实在讲，最大的障碍，菩提道上最大的障碍是我慢了，傲慢了，自以为是，傲慢的心哪个没有？只要有我执，就有我慢。你们念过唯识经论知道啊。第七莫那，四大烦恼常相随呀。四大烦恼第一个是我见啊，我慢啊。我见就是成见，执着这个身是我。只要有我就比别人高，人就不如我，这我慢念头就起来了，跟着就起来了。这个烦恼是无始烦恼啊，不是学来的。
与生俱来的最大的障碍。儒家教学，儒家没有讲立三界，没有讲立轮回，所以儒家教的是傲不可障，只讲到此地，傲慢有不能再增长啊。佛教我们要除三界，除三界这个烦恼一定要断，你要不断这个烦恼，你就出不了三界。为什么呢？除三界靠智慧，有这个烦恼障碍你，你的智慧不能现前。那么用什么方法来断烦恼呢？这佛先用的方法很好，礼敬。你看我们人最尊贵的头顶啊，我们用头顶去礼别人的足，那个足是最下的了。这借足礼啊，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了。目的何在呢？降服自己的烦恼。我们礼佛，以我们头礼佛的足啊。然后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那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一切众生就要像对佛一样，以我们至尊的头顶礼他的足啊。用这个方法了，降服我慢的烦恼啊。处处自以为是，这个事情就麻烦了。那么佛在经典里面固然设的有是非的标准，我们能不能执着呢？你说不执着你错了，执着你也错了。怎样才不错呢？在应用的时候你要懂得时节因缘，你用得恰到好处，那就对了。所以你要懂得观机，佛说法切机切理。我们处世待人接物，在一切人一切时一切处都要明了，都要通达了，然后我们言语造作一切行为才做得恰到好处，这才做得如法了。讲经说法你学过了，要观机。处世待人接物要不要观机？没有例外的。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第一言就是观机。佛为什么能普度一切众生？凡是遇到佛的决定没有空过。道理在哪里？佛善观机，能令一切众生得殊胜利益。无量寿经上讲的三个真实，这三个真实就是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吧。
没有离开生活啊，而且是在起心动念之处啊。我们这个心念念起，那念头念念都动，念念都明了，明了就是关机。然后没有一样不恰当啊！这个样才真正做到会与众生真实利益，会有真实之力，而自己呢，才是助真实会。助真实会自利，会于真实利益呢，是利他，自利利他都与实际相应。真实之际，真实之际是性德，是与自信智慧德能相应。那么这是菩萨心，是菩萨行，我们应当要学习。你不会，不会呀，你就是用的轮回心造轮回业。那么由此可知，这段事情如果没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大乘法里面熏习，我们实在学不会呀！真正想学会，得用一段长时间的留意大乘经教。大乘法里面可以说是第一殊胜、无比殊胜的是《华严经》，但是《华严经》呢不容易遇到，讲的人太少。念的人啊也不多啊。这个大经里面讲的透彻。我们讲了半年多了。才讲了多少呢？这一卷快讲完了。到底下大自在天王，对，这一段的时候才是第一卷的圆满啊，第一卷的圆满。正信序到这里就讲完了。第二卷呢是本经的发起序。我们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了，这半年多的时间没有讲到经文呢，是给诸位介绍来参加华严经的这些大众啊，给诸位做介绍，看看这参加这些人物啊，这些族群啊，这些社团，这些人物啊，我们是给诸位做介绍啊，你要认识明白了，他们在这个大会里面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学习。学习的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知道有一个转变。我们现在日子过得苦吗？怎样把这个苦转变成乐？真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现在这一段时期，许多同修
都受到经济风暴的灾害。即使你的钱丢得光光的，苦不堪言呐、华严经一念呐、好，这个苦就转成乐了，就得大自在了。真能帮助你转境界啊，这一点都不假了。你不再为这些操心，为什么呢？事实真相啊，恍然大悟啊。财富不是个好事情啊。财富是假的，不是真的。像水一样从你眼前流过而已啊。你可不能当真啊。那是你的吗？你生一文钱没带来，你死一文钱也带不去。不过是给你看看而已啊，何必那么当真嘛。但是有智慧的人那就不一样了。从面前流过，虽然我得不到，我可以分流。我有这个方便。我能把这些东西啊做真实的功德。那你就有智慧了。那这个财在你面前流啊，永远流不尽呐、源远流长啊！你真的懂得这是什么东西，你会利用它，利用它来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帮助一些需要的众生，我们自己要不要呢？不要啊。你看看，你每一天还不是日吃三餐，夜眠六尺，你的钱在哪里？你说你钱多少多少，哎呀，空数物资而已啊，都在银行账号上，空的数物资啊，你怎么就变这个玩意骗了呢？这些数目字再大等于零，没有还是零。你没有用上吧。所以聪明人呢，拿这个东西去修布施啊，去做真实功德。佛给我们讲得很好啊，财布施得财富，得的什么财富呢？就是这个财富永远在你眼前流转，就是得的这个，不是你真得到了。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得，也就是说在你面前流转，你有权支配它。你支配的善，积功累德；你支配的错误，你造作罪业。所以祸福啊，相差不远啊。中国圣人造字啊，很有趣味啊。你看“祸福”两个字，很像啊。你不留意呀，就把祸看成福了，就看错了。这两个字的形状非常接近。祸福在一念之间啊，这一念你的分配呀。这财布施得财，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呀。无微不至得健康长寿啊！修学的人
往往都在我们面前，都在我们周边。啊，这正是佛家所讲的三转法轮呐。啊，四转是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告诉你。啊，然后进一步劝转，劝你修学，劝你学习。你肯学习，你就肯得果报啊！啊，最后做正转，你看哪些人依照这个方法修行，他得果报。啊，个人修行，个人得到。团体修行，团体得到。善众慧光明天王，啊，善众，这个德号里头着重在善众，善是善根，善根的种子，能生善根。善根能生一切善法，一切善法了就是慧光明。所以这个德号里面有因有果啊，意思非常圆满。善根的种是什么？善善根，这个大家都晓得。无贪、无嗔、无痴。菩萨善根精进，这个都知道啊。可是此地讲呢，种子是什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思考，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种在哪里？《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讲的孝敬。这是种啊，我们能够孝顺父母，把孝顺父母的心扩大到孝顺一切众生，我们尊敬佛陀，佛是我们的本师啊。我们将尊敬啊本师的心扩大到尊敬一切众生，这是善的种啊！啊，因此我们接受的佛法熏陶也相当久了啊，三善根。我们都能道出啊，啊，能说得出啊，但是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孝敬的心没有啊。虽然知道这个三善根呢，这三善根的种没有啊，于是三善根变成有名无实。那不能现前啊，这就是为什么大乘的教学要以地藏菩萨为根本，道理就在此地。地藏经是佛门孝经啊，
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孝是大根大本。孝这个字，尤其中国文字，这个字的形象非常之好。在六书里面，它属于会意，让我们见到这个字的形象，体会它的这个意思。确实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大宗持法门。这个字的形象里面含义，就是佛家讲的横遍十方，竖穷三际。这个符号代表这个十方三世是我们一体，这是孝的概念呢。所以这善根呢，就从这里生起来了。就是善种慧，光明天王。我们体会到这个意思。所以《地藏经》虽然这一遍讲完，我们下个星期从头再讲一遍。道理也在此地。为什么要重复地讲？因为它是我们修行的根本，是我们修行基础的基础，决定不能够疏忽。今天时间到了，讲到这里。